你看开机，开机这里，开关先合上，合上，点上按钮，上，你。一会儿又开机，一会儿先回令，回令键，启动回令，三个回令。回令完成，回令完成以后拷上拷文件和系统内，加工文件和系统内。你看，文件选择文件，按钮选择 U 盘，你确定，拷贝文件复制，到设备粘贴文件的底盘。发配到提示 OK 确定文件拷贝文件好拿下 U 盘选择文件你确定是否加载记得几点码你确定正在装载几点码选择运转好好，再延伸界面，此文件正好是加工文件。好，我们开始对原点，用手轮打手轮，手轮好，摇动手轮，这看这边，这时候也可以用手动，手动。选择了加工原点，切原点，选择坐标，坐标 G54 X 录入 S 确定 Y 确定Z 确定A 确定好选择运转
好，启动，启动。完了。